慧兰，雪梅，哎，朱德玛，哎，雪梅，你猜谁回来了？我们家老冯回来了。不对，你再猜。那我可猜不着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你是哪位呀？走错门了吧？来一年，哎，小雪，哎，小雪，漂亮了，一点都没变，就是变漂亮了。小雪，别怪你妈，哦，你妈可替你担心了，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，哎，你那手机怎么回事？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？啊？你妈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。啊，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。孩子，为什么呀？孩子呢？怎么没带来？啊，小雪，我苦命的女儿。Thank you.